Hello， 大家好，我是狗兵狗兵 Chan， 今天要拍一支比较特别的影片，对，这是业配。先别走开，这个是我小学同学自己开创的平台，所以理当意兴相挺的介绍一下。那我们废话不多说，我们进入以下的主题。OK， 首先我们进到了网页，可以看到左上角大大的 We Try， 这个平台主打的是当你在外面 shopping。或是购物的时候，往往会对比较陌生的东西感到兴趣或是好奇，却不知道自己是否真的喜欢这样产品。偏偏大部分的包装产品都是没有试用的选项，如果买了不喜欢，却在家造成的囤积；如果用了不满意，却也不好去退货。因此，我们的 WeTry 提供了所谓的小包装以及试用品，你只需要付一些小额的费用，就可以体验这项产品。像是网页中有提到的香水，或是黑糖桂圆枣，还有这些涂尘螨的服务，抛弃式的小便斗，这些在外面商店卖的都是比较大的包装的产品。那有时候也可能只是自己想要浅尝或是试试看这样东西的时候 ，WeTry 所提供的小包装的商品就非常的适合你。你看，这些是我在 WeTry 上面所拿到的食品的商品的食品。那透过这些小包装产品的试用以及体验，我们可以让我们消费者可以了解到这样产品是否真的适合我，然后再接续着选择是否要购买或是选择这项产品。这是 WeTry 为各位贴心所想到的。另外，这个平台上面的这个 Jo Malone 的香水，他有特别的希望去提到说他们的公司有一个混香的服务，所以各位可以先购买这些试用包试用看看，觉得是否适合。如果你觉得哪个香水可以去另外搭另外一款香水的话，他们是有这个混香的服务。那最后，除了自己试用体验过后向大家推荐之外， WeTry 目前正在招商，只要你有产品或是商品想要透过这样的小包装贩售或是让顾客体验的话，请洽询以下的电话跟 email， 当然我也会另外打在下面的资讯栏。 OK， 那就是今天的开箱影片。如果喜欢这支影片，不要忘记按赞、订阅、加分享，然后不要忘记到 WeTry 的网站体验一下。我是狗兵 Chen， 我们下次再见，拜拜。